林冰峰的杨贵妃，江琴琴的西施，宁静的大玉儿，你觉得谁更美？一，林冰峰版杨贵妃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陈嘉林执导的《唐明皇》风靡一时，林芳冰版杨贵妃深入人心，被誉为最经典的杨贵妃。林芳冰的杨贵妃形象十分符合历史的描述，肤如凝脂，脸如满月，一颦一笑尽显风情万种。而蒋勤勤版西施，1996年电视剧《西施》，蒋勤勤扮演楚楚动人的西施，她演出了西施的娇美姿态，即便没有华服美饰，最简单的装扮就能美到让人窒息，眼波流转间柔若水灵，简直就是西施的化身，怪不得琼瑶评价她为轻柔似水，灵气逼人，取一名水灵。三，宁静版大玉儿。2000年，宁静在《孝庄秘史》中饰演满蒙第一美女大玉儿，该剧将孝庄文皇太后多情又传奇的一生展现在观众眼前，她的扮相十分的美丽，俏皮与端庄的结合体，一双大眼睛极具灵气，这也是宁静的颜值巅峰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